打开最后一支签，总统大选号次出炉，一号朱立伦、王如玄，二号蔡英文、陈建仁，三号则是宋楚瑜、徐新莹。好巧不巧，选几次总统意外成了选战密码。两次，所以抽到二号；宋楚瑜选三次，抽到三号。那也是天意吧，也是巧合吧。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啊，每一个号码都有它这个正面的意义。运能配。来，重来哈！一人配，动上。小兔才少了漂亮起手式没关系，但蓝绿文宣早准备好跟上脚步。民进党一早就请来机具 standby， 号次一公布，象征英人双全、台湾向前的二号就在竞总亮相。而朱立伦幸运抽中，从参选开始就大打 One Taiwan 的 slogan。台湾只有一个，我的念头也只有一个。那就是牵起大家的手。好次拍板，看来人人满意。不过大选辩论到底办不办？选举倒数33天，还是没交集。蓝营等不及，大动作买下半版平面广告，主张总统大选至少举办2场辩论，呼吁蔡英文一起说清楚、讲明白。为什么要登广告呢？登广告，有话好好说就好。为什么要当广告？这个钱是不是太多了？蔡主席看到了，终于知道说每一届都是举办2场，而且都是由公司跟各报社来举办。谢谢蔡主席，你终于看到了。蔡英文好大口气，讽刺怒回，辩论这一局怎么解？三党15号中午再开协调，能否放下选举算计，把民主惯例还给人民？记者张扬采访，台北报道。